喂喂喂，他刚刚说那个贴纸，你可以贴在你喜欢的地方。然后我跟你介就是分享一个招式，如果你喜欢某一个男生或女生，你就走到前面，然后把你的贴纸贴在他身上，然后就说我喜欢你。怎么啦？对不起，怎么啦？你现在招手是乳神了吗？啊，继续打鼓，你打鼓。不要欺负没春天了。好，然后下一首歌啊，就是会比较沉重一点，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的、啊，对。好，这首新歌我们新写的，对啦，好像大家都每首新歌也都没听过。当自己是五月天的，好，不要去，好，新歌来啦，大家听就知道了啦，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起来之后，我发现我躺在基隆海边的消波块上，手上握着一粒橘子。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首歌了。